哇，今天是好啊，还有轰炸。来帮助他绑电视，等一会儿他很快干掉了，去绑。你谁曾经看过我画画吗？ 没有啊，哦，要是所以，人家要是我是手到家鼓掌啊！谢谢。
在我们中国制造就是这样，他不脱毛就不是中国病。<笑><笑>
潮州人讲，文化给祖先啊，那个异乡这个巫医，这些诗词或者这些韵文句子，有时候读成方言会更好。谢谢，谢谢哈。 嘉兄，有得挂吗？嘉兄啊，嘉兄，这些是 on top of this 啊？On top. 来，in front of the painting is okay. No, cannot. The one 啊？要等的，好，等等等，那个 painting。 谢谢，很好，谢谢嘉雄，谢谢。今天来的
朋友都大多数都是对绘画有兴趣的，认识的，都是李素芝师姐的学生，谢谢你们支持。通常啊，我们画家一般上是不大要示范的，因为示范的东西是临场的东西，有好有坏，不一定好的，对吧？因为就是临场的表现嘛。 而且有人讲这种示范这样啊，有点像江湖卖艺，不大好看。不过还好，今天大家都是爱好艺术的，当做在上一堂课这样啊。人家有问题，大家可以发问。那么大家。 都知道我们画水墨画，水墨画有两个画种，有工笔画，有写意画。写意画里面还有大写意、小写意啊，所以我的画呢，大概就是在大写意之间。那用的笔呢？你看我们这里多数是洋毫了，都是洋毫，因为根据我们老师讲，洋毫的笔。 表现的笔墨比较厚重，啊，所以比一些南派的画家，他们用的有三马币呀、啊、狼毫啊，那个是比较跳的，比较有弹性。那这个洋毫，我们是属于软毫，它没有弹性，所以完全要靠你自己本身的一种内力、一种技巧啊。 所以这些东西，线条来讲啊，笔墨就讲究线条跟墨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笔墨，两者都很重要，在造型方面不是最重要的，好像我们画某一种东西，我们只是利用它来表现自己的艺术，哦，所以齐白是讲。 你不一定画东西要故意像，还是故意不像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画的太像是媚术，画的不像是欺世，是骗不懂的人。所以故意画不像，我就是抽象的啊。所以画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感情，所以在像与不像之间。 所以，如果你们有学过画的，就知道这个层次慢慢感觉越来越难。好像我学了十几十年，也是感觉越来越难啊。所以艺术的东西是这样的，艺术的东西讲究内在修养啊。所以今天我从来没有示范过老鹰啊。 让我看我老师，我很喜欢我老师的老鹰。今天我就画老鹰，画老鹰。那么我们在要创作一张画之前，就是一个过程啊。我已经浪费了很多时光去学东西，大概我画画也有六十年，六五十多六十年。所以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。 比如你画老鹰，你要知道古代画老鹰是谁，近代画老鹰是谁，他们的画法是怎么样？其实他一代一代都有影响的。比如说我们讲潘天寿先生，他是近代的，他老鹰画得很好。李谷山先生，那么潘先寿先生呢，又是受谁影响？哦，好像说啊，这个林良。 林良是最早的明代人，画老鹰，所以林良的老鹰就影响了八大山人。那八大山人的老鹰又影响了潘天寿，所以一代一代的这样影响。所以有些他们讲越画越好这样，所以林良的老鹰也影响很多画家，像刘海粟啊、张鹏啊。 这个近代的这个王雪涛啊，这些都影响非常有效果，所以。
那我现在画出来，大家给我一个评啊，批评，是受谁影响？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一点一点累积，我希望不要做太像我老师，我老师的学不来了，他有他的。 那么有些人讲啊，你画一只老鹰，老师画老鹰应该是从哪里开始？开始是不重要，看你的习惯。但是通常应该是从大处着目，大处着目。所以我们定个位先啊。我想我要画两只老鹰。 所以好像我的资料，从几个方面去收集，看古人的老鹰，看近代名家的老鹰，还要去看飞禽公园的老鹰，所以写生啊一种临摹两个重要的渠道，去临摹古画，临摹名家的画，再来呢再不明白去写生。 Thank you.
所以翅膀这部分背这部分是最结实的，它是硬翅膀，胸前这部分是柔毛，比较柔，所以不要胸前这边就要画淡一点。因为我这张纸是很久的纸，大概有30到40年最长，所以它的墨印越来越美，好像一壶美酒一样，很纯的，很老啊，陈年美酒这样啊。所以你看它墨印是自然很美的，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宣纸啊，几乎这种质地找不到一样的，因为它越来越科学化。很多化学的物品，它这个时期的都是手工的，很自然的原料。所以大家看我这个笔转来转去，有些人讲，用笔都是要用中锋，其实画画是各尽其用，什么锋都可以，你要用得活。所以如果你整张画都用中锋，那是变成死中锋啊。所以当时我有去开一个参加一个研讨会，都是国内的那些大师，他们就在研究这个用笔的方式。那个如果你从始至终一直拿着这个中锋笔这样一画，不会画出好东西。所以你中锋起笔、侧锋走笔、逆锋收笔也是中锋，叫做活中锋，他们讲啊。所以这点应该是很好的启迪我们的一种吸收的经验。这个也是属于用水的一部分。我们如果看施涛的山水啊，他画松树一片这个水汽，他就是有这样的效果。他画松针那种僵硬的方法。所以施涛上人啊，他画这个松树也影响很多画家，他影响潘天寿，影响张大千。
接受下来是要复色，但是现在它也还很湿，所以我们要拿捏的好，最好是等它有一部分需要干的，有些地方需要湿的去复色，所以这方面都要小心。 松树，它有些松果是红色的，很好看。你一点下去，它整张的精神就出来了。这是。 所以你看两只人就要给它表现尽量不同方向，这个是背向我们，这个是胸向我们，这样它的羽毛就可以分别，你不会看两只很重这样感觉，这只松一点，这只重一点。 差不多就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就要下款，下款这张也没办法写太多字，我们就写一个简单的。尤其是这边，本来这边是空的，我们是不要写太多字。 太多字破坏了整个构图，所以我们写一小行下来就好了。英语。 音同音的哈，同音谁？
都是赖的，带错，要不然这边应该盖一个啊，绿龙，多一个印啊。因为冲完了就摆错，没有摆玄章，玄章没有。这样我就改一个。通常本来说这边也可以盖一个玄章嘛，这样就完了，谢谢大家。 高级高难度啊，在一张上面没有，没有，就是，帮忙了。一张画笔嘛是重要，笔嘛。还有看到这些，看到这些笔痕，所以你要根据那个。 根据那个它飞禽的构造，它羽毛的生理方法，就是利用这个痕啊，这个水痕啊来分别它柔毛硬毛，请你们指教啊。 谢谢大家来支持，谢谢你们。 讲几句话哈，可以。Yes，丽蓉是我的大师兄，啊，在我们学生当中呢，他是最表现最特殊的。
谢谢。所以这个是很难的，我们感情最好。我们之间也感情也是。苏志杰也是对我爸爸妈妈也是很好，我们就是好像兄弟姐妹一样。但是瑞龙是好像弟弟这样，每一个人叫我大姐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很好，很好，好极，谢谢。